来看一看看有没有。Yeah, microphone, 然后桌面音量。Let's go, 他还没出来。来了 ,nice,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Copy。去。喂喂喂喂蛋我蛋呢不知道蛋何在我按一下它蛋好像要傻点嗯哼嗯怎么少了个字嗯嗯怎么回事物品商店今天还玩在学校吗可以啊学校玩得有点累、啊、说实话你愿意到不是我看他们 UP 主玩好像那什么好像是有人得在车里看那个啥的看那个散值还有那个鬼活那个活动那个鬼的什么活动那个什么的活动频率啥的这样的吗嗯他在车里的东西是有用的经典90%你换房间了没有我在训练啊喂听见我说话吗能喂你说喂我微信语音退下你重新拉我一下喂OK 啥情况啊
啥情况？啥情况 ？Let's go, let's go。又是62803。来了。我要蹲车上观察，我要蹲车上，我不要上去了，他妈的找太久了。抢光手电筒，我加一个，哎，抢光手电筒，卖一个，抢光手电筒购买，听见 ，EMF 有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圣盐，蛋蛋还没来，蛋蛋还没来。看一下，我总感觉少东西了。红外线 EM， 紫外线 EMF， 通灵盒，强光手电筒，温度计，鬼魂。蛋蛋有声音吗？我怎么感觉蛋蛋又没了？蛋没声音。啊！我听不到蛋的声音。这么尴尬吗？我准备了，但没带手电筒，但没放，我听不见但说话，他有在说话吗？没有没有，但没在说话呀。见鬼，完全听不见他说话。不像蛋蛋，那咱们俩退吧，咱们俩退吧。OK， 现在有了，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有了，有了。OK，Let's、okay, go，Let's go。又要去学习，重返学校。你把烧麦弄上来。那马飞的会不会吓个半死？你 把鬼放他脸上。操！Should I call police？ 哈哈哈！经典90%，我也听到一声猪叫，操！哈哈哈！哎，我进来了。该谁出教？是谁？欢乐。我已经开始紧张了。叫什么 ？Christopher Moore，Christopher Moore。我先拿强光手电先拿上，然后 EMF。没有啊。
完了，又一次少带。你带不住劲啊！我又是我们俩一组。相机，我把相机带着，我把相机带着。这是啥？这是圣木吗？啊，那底下这是啥？开门吧，开门吧 ，Let's go。那是盐是吧 ？Let's go。我们向右，你们向左。人呢？蛋蛋呢？这开个灯吧，有灯开不？学校是没灯的吗？哪里有灯啊？没看到啊。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OK。OK。把电灯打开，把灯打开。啊，那我不去篮球场吗 ？OK， 你这已经进去了，你已经进去了。我们往右，老样子，老样子。我 EMF。杀鸡巴没有，下一间，下一间。怎么又没灯啊？他妈的！房间 EMF 完全没反应，这种屌地方。走了走了啊！每次都他妈这样。哎，得有人等会儿盯着点散值啊！吗啡跳你身上吗？直接上楼吧，我觉得楼上概率大一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你们这儿吗？怎么还有铃声啊？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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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了来了来了。我拿照相机，我来了。OK， 你们闪一下手电筒看一下，左转右转。哦，看到了，看到了，来了，这么夸张吗？没有啊，哪里五级啊？没有啊，我他妈一集都没有啊！我摁亮了，亮的，哥们儿。EMF 再测一下啊！把灯关了，把灯关，把灯关了，把灯关。二级。二级该，哦，吓我一跳！我操你妈！听不见你这个 communicate 的人，干你娘！嗯 ，OK， 我拿照相机了，我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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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在我手上。啊，给我照一下，照一下。他没有啊，他没有指纹啊。
他摄像机架了。没带。要带什么？我把相机给你。只有一个相机，穷。大号你人呢？我过来把相机给你吧，你先去拍他。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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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他进来估计没有，他另一门的另一面没有吗？这么可以吗？你们人呢？好，没什么要带的呀，来吧，来，我在你屁股后面。厕所。我厕所在走廊两边，哎，这里看一下，这他妈不能是没水，鸡掰，晦气。厕所应该是这个吧？是这个吗？不是，我记得在这附近。啊，这也不是厕所，他妈的厕所呢？也不是厕所，我们去厕所。走到底，这几个应该是厕所吧？这他妈也不是厕所，你那几个是 ？OK OK OK。我把另一边厕所开了，你人呢蛋？你的水都开了吗？都开了。你为什么水槽比我多啊？还是我水槽开少了？我这为什么就三个？上楼吧，上楼。他那边应该也有，他那边应该也有。我的厕所没有污水啊。你们那边有厕所吗？Christopher， 他叫什么 ？Christopher Moore， 去他们那边吗？不会吧？那你人呢？蛋。但好，你们俩人呢？
那我回车上了，他妈的。More 就 M O R E。回车上摸鱼去了。你多大了？为什么我的赞值这么低啊？这鬼没有活动强度啊！这鬼活动强度他妈没有啊！你通过，你能通过，离他近点，你去他隔壁房子。我那天已经撞过鬼了，我他妈现在也不太敢去。他妈的。他进门右转，我进去继续挂着吧。他活动强度只有四，哦，我能看见你们的地图。现在走廊上是谁啊？关，你把门给他关上吧。另外两人，当然你要给他拍照吗？你们俩全在走廊尽头，我看见你进去了。Christopher， 完了，一直念错。多大了？三十秒之前有活动强度，三十秒之前有活动强度。已经一分钟之前，现在他完全没有活动，他完全没有活动，是不是因为房间开灯了？要不我们把走廊灯，不，我们走廊灯关了，要不会不会好一点？不，我走廊刚一前面开灯了。你照片刚才拍的是啥？他完完全全没有活动强度，非常的离谱。然后我在车上开着，带你去哪儿了？邓浩也没在房间里啊，邓浩没在房间里啊。哦，有活动强度，有活动强度了，五级。哎，现在活动，再活动。他又不活动了，又变成一级了。没有，你现在走远了，他完全没有活动迹象。他现在他。
等一下，等一下，他又有活动，又有活动，又有活动。车上啊，车上有这个显示活动强度啊。你们人全出来了是吧？你们人全出来了，你看这个表嘛，看这个表，活动强度表，教你看图。猎杀十，现在有什么？现在 EMF 五，通灵盒，啊不，没有通灵盒，幻影或者巨灵，我看一眼，幻影是什么？OK， 下班下班下班，没有啊，没脏水啊 ，shit， 他是巨灵是吧 ？OK， 结案，他开始活动了，八级，谁在里面不？又停了，又停了，没人在里面，没人在里面，他可能开始活动了，巨灵。看描述一下巨灵有什么，相当哦，目标在远处，巨灵会以更快的速度移动，关闭电源可防止巨灵使用其技能。嗯，结算，只有目标一、目标二，40块，还行。先购买强光手电筒。我操！我发现买不起。没钱啊，我买不起，他妈的。哦，我再加，我再加，我加个 EMF 吧，加个 EMF，EMF， 我加 EMF 了。也不是，那我在车上给你们指路，那我在车上给你们指路。有人得什么？谢斌，带俩啥？我操，没钱，买不起了，45一个，好贵。唉，经典90%。
我还没进去，我就搁这哦，进来了，来了来了，这啥鸡巴地图啊，我操，几层啊？EMF 运动传感器，脏水。EMF， 摄像机吧，可还行？可以。温度计你拿？温度计你拿了吗？蛋。OK。那我把照相机拿着吧，你照相机搁丢哪儿了 ？OK， 捡起来了。后里谢就直接开门了。啊？啥情况？看他妈的！你拿了吗？还是我拿的？是你拿的还是我拿的？Holy shit！ 没看地图，看基尔地图，他妈的！这他妈进 reception 之后好肉啊！我操！但我们俩往右吧。来了来了，先进这个屋子看一眼。OK。空空的走廊，开一下。把水放，他妈单间厕所。我反正就把水放就行。他妈的！等一下，我拉下窗帘，他妈的有点吓人，鸡掰！什么？来了 ，what？ 我跟你一起走，我也跟你冲了，来吧。Holy shit！ 怎么时钟的声音好鸡巴恐怖，操你妈！我开了，右转，一直右转，操你妈！这厕所可以进去把水放了，哎，啥情况？我们竟然放水，但，哎，怎么放不了水啊？西巴龟孙，哪儿？我还以为你们找到了。这厕所，它厕所是外拉门的，骚的一逼。该闪了一下，啥情况啊？闪了一下是啥鸡巴情况呀？没东西带。我们继续前进。啊，不会吧，我先关门了。你也罢了，你说你手就在闪 ,shit。啥他妈没有啊，谁开的啊？
把厕所拉开，这他妈是更衣室的戏。没有啊，这屋子里屁东西没有。干，没有，下一间。这房子要收好久，我感觉。好他妈的，等会扇子就没了，他就怎么按就疯掉了。这他妈上楼了，我估计。哎，卡了一下，我操！他妈的，把我人卡他们门上了。Let's go， 但这个什么会议室，还得原路返回啊！好鸡巴蠢啊！操你妈，老子以为这是个楼梯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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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了溜了，但回楼上吧，地下室没有。哎，哈哈哈哈，我咋知道你是个黑？为啥你是个黑人？前面好像没看过，我们只是下来了，没往前走过。你看门都没开，哪里有灯啊？有，这是啥鸡巴呀？好了，屋中屋。没有啊，吹椅子弯烟，往前走吧，带。啊，这里有水槽，来，放水。OK， 我把水放上了。你往前走了吗 ？OK。OK， 我他妈的怎么有点牙疼呢？坏的，西巴尔，我们在楼下，我们在楼下，我们还在楼下。我也在开直播，我开了个 YouTube 直播。这小屋子拉开来看一眼吧，蛋。这小屋子拉开来看一眼，蛋。没啊。What？ 烧麦吗？对。阿里嘎多。我他妈也不认得回去的路了，屌！散了。室友做了烧麦。还你妈的电梯！那个鸡巴，嗯，蛋先坐这儿吧。你们是啥呀，蛋？直走还有转，直走吧，直走吧。这是刚才开过的门。哎，我操！
右转把这个房子看一下。这门开了太鸡巴鬼畜了，开不了。嗯，电闸不长这样，电闸是那个按钮。嗯，继续往前走吧。哎呦，怎么吓老子一跳？干，操你妈！没玩过。上楼，那我再往前走，上门，上楼，往前走，上楼吧。上楼啊！这上楼，这上楼，这上楼。全走过，全走过，全走过。刚刚我们从那边走完，走回来，熟悉的节奏。这些门没开过的，稍微找一下。看一下这儿，门没开的都看一眼。我们这边就刚才蛋直接下楼了，你们人呢？哦，对对对，我们继续往前面看吧。哪儿啊？你人呢？你们三个人怎么往一个方向走啊？我。不是，蛋你在哪儿啊？哪儿啊？没看着啊？哦，这是你们俩。这没搜，这没搜。这电梯，这这里面还有，哎，这门谁进去过了？前面啊，这是你啊，又遇到一起了。顺刚往右走啊，那这边都搜过了呀，他妈的，我已经不认路了，干！感觉没有吧？谁跟我来？谁跟我来？谁跟我来？跟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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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边应该没错。人呢？人呢？人呢 ？Who are you？ 啊，这是光男，这是光男，这是光男。不是啊，我们俩 EMF。我们俩 EMF 走个蛋、啊，你们俩的温度计，不知道啊，在哪一个回去的路上 ？What？ 是哪个车门口的门？这是车门口的门吗？哦，这是车门口的门，往前走吧，左转这边往前走，感觉这边没搜过。这，不，右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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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Hello Hello， 我觉得这边前，这我在你们前面，
觉得这边肯定有房子没收过，肯定有房子没收过。你看前面这房子没开过，这房子没开过。屌你妈的！往前走肯定还有，因为刚才我们直接下楼了的。这里面，你看这边也好像没开过的。马飞硬操作你。哎，好烦啊！完全没数值，真他妈的头痛。我都已经他妈绕晕了，干！我觉得还是小图比较适合我们。啊，我觉得小图比较适合。学校它起码是规律的。哎，进来。这是谁啊？这是蛋吗？这是你吗？我觉得我们散值不太行了，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散值越低，它攻击频率越高。散值越低，攻击频率越高。走吧，赶紧。哪儿？你前面还有吗？前面不是？哎，有骨头吗？去看一眼。我带了。不是，我带相机，我直接过来拍。在哪儿啊？往前走。哎，又闪了。他不会在我房间吧？干你妈！频率好高，现在闪的。啊！我操！啊！快出门！在我们这，你们往我们这走，往我们这走。带你人呢？来了。没有 EMF 感应。来。OK。最后我们放水呢？这啥没有啊？我感觉我们要没散值了。哦，等会很快又要闪了。哎，又闪！快关门！快进来！我们在这旁边一排洗衣房这里。走到底。右拐。快出来，哪儿？蛋。
OK。我把相机啊，就在这儿，来。我走一圈测 EMF。他说是个大房间是吧？这大房间是吧？这还是透风的房间。我把门给它拉上。我相机准备好了。完了啥呀？你掉地上了。你捡起来了。这是亮了吗 ？OK， 没有。走，进。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要是进来，我直接给他一张拍照。我哪没？刚才那房间里没有 EMF， 没有 EMF， 刚才没有。不闪了，走。干。我们回车上了还是什么？那我再测波 EMF 吧。啥闪了？没闪啊。进来了。哪里闪了？哦，闪了，对不起。我自己没开小对头，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散值太低了。5度，我看你这4.6度，干你了。我他妈该躲这儿的呀。那走吧 ，Let's go， 出门了呀！啊，又闪了！干你妈！没，还搁那闪呢。好了。啊，对，我说，他们俩人呢？这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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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回车上。对，走这。往车上走了，这是往这儿走，是。进房间。我进另一个房间了。是你们那是车吗还是啥？走一块吧，我回去走一块吧。他们走一块，你们不是啊？他们相机在我这，在我这。你们人呢？哦，看到你们的光，他们过来了，来了。哦，这样的吗？可惜。艾卡了。哦，好了。然后呢？我们怎么走？相机在这儿。现在我手里，来，干啥？试验一个东西。笔记在谁那里啊？蛋。哎，闪了，猎杀了。进厕所。快！你躲完了以后上一下 OBS 三连甲，没事，你可以出去。嗯，你干嘛？上一下 OBS 三连甲，快！然后呢 ，Screen Share， 然后呢 ，Select Screen Application 应用窗口，然后呢，这个对分享，然后呢， okay. 然后呢，你把那个什么链接给我。什么链接？这个链接。然后呢？然后把这个链接分享给我。这个。对。啊，这个。Copy to clipboard。快了吧？我回车上看一眼那个吧。就往这儿，我已经看到了。谁把门关了呀？谁把车上？他刚才猎杀过了，30秒之前。哦，我们散值其实还行啊，20多，因为散值低，刚在里面。相机在地上，我把相机先放着，看一下。EMF， 它 EMF 没有，就他妈离谱。哎，谁把 EMF 拿走了？谁把 EMF 拿走了？给我吧。我们现在完全没线索。
二十多三十，这会往回升吗？三折，你得吃那个星星。等会儿，等会儿用吧。为时过早。对，没有一点 AMF 读数。你们该测的温度很冷的时候 AMF 跳都没跳。那我搁这给你们看着吧，我能告诉你们位置。我把东西都丢给你们，我把东西都丢给你们。我，他们俩都拿了，我单人守家搁这。走吧 ，Let's go。我反正帮你们盯着活动强度就行了，然后帮你们盯着散值。好，进门往右转，往右，进门啊，进门这，进门直接右转啊，十级。我看一下那个，不是，那是活动强度啊。相机没反应，我看了车里相机没反应，他停止猎杀了，停止猎杀了。我看那个相机没有，我帮你们去看路。你们这过了什么绿门吗？完全没反应啊，他这个，他开始猎杀了，走，哎，他他妈还有任务用 EMF 测的，他妈啥鸡巴没有。我再看，但是没有，没有反应，他没有反应，没有灵球。没有灵球啊。有个西巴的灵球，他不会进车里把我给做了吗？
猎杀结束了，猎杀结束了。啊，确定了 ，OK。没有。灵球走廊上是没有的，走廊上没有灵球。他这个 EMF 的确不那个，猎杀。如果你们这个屋，你散值都是十，蛋蛋是九了，光男是十三，你是这十四，下步我进去吧。你们这么蠢。没有灵球，走廊上头没有灵球。走廊摄像头没有动静，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先回来一趟吧，散值有点低。蛋已经快死了，他 EMF 完全不跳数的。这俩房间，他不会在小房间里吧？他难道是大房间，又不得得给他门关上吗？就是这个大的房间里。灵球没有，我估计是降级角度没架对，就没有完全没有正确的灵球角度。这指不了啊，这地图能指就好了，他妈的。这个黑色那个吗？那个大的房间一开始我们不是进那个
搜过吧，但好没有量过嘛，没量过我们去量一次好了。我拿 EMF， 我弄这样一样，我拿 EMF。啊哈，还要拿啥？我们拿俩 EMF 吗？我们拿俩，这，我们拿俩 EMF 进去吧。这里，应该就是这间房，等好，这间房，但他没有反应，哦，有反应了，左键鼠标，你等会儿切温度计看一下那里面有没有温度吧，有温度我把那两个门封了，然后传感器丢进去。干，你们那边温度计两个全在车上，两个全在车上。我去把那个什么，把传感，我把那边门关上，我觉得他有可能，这儿来，这儿，你看一眼。没有相机啊，没有指纹，OK， 也没有啊。是的，啥？我们得把运动传感器换到这间屋子，我感觉，我估计是在这间屋子了。没有，不是那间屋子，是大屋子旁边那间中等的屋子。中等的肯定没有啊，咱们去换东西。我把传感器拿了。哎，怎么放上去啊？怎么放 ？OK。FF 放上去。我这贴这个门上应该，哎，有寒温。不是，韩文就在我们这个什么地方。啊，那个，看运动传感器有没有反应？我把这个门开着吧，对哈，门开着，然后它如果通过的话，会有运动传感器。给它门开着，它如果通过，叫传感器能。走。快跑！
得先躲进，得先躲进啊，躲进啊。这两步路。相机架好了，我感觉我得把它传感器。我也感觉，我也感觉这个得放里面，我进去给你换个位置。你放进去了是吧？ OK， 放屋里这应该是对的。干，-9°，-10°。温度是这儿估计是对的，对，只有刺骨寒温，灵球什么都没有。这个了，我操！刚才那套就是回去确认一下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太操了，没有，它完全不亮 ，EMF。哪怕再冷，OK， 我帮你看吧，我帮你看，我帮你看吧，我帮你看吧。OK， 猎杀，猎杀，猎杀了！快跑，退航！没有十六，没有十六，我已经在狂快了。
我好像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十十十十十。不是，他刚才邓豪。这个地方。这走了啊，走了啊。啊？啊哈。那他妈太远了吧。我操。我操。我再盯一下这个石吧，你等会再喊一趟。嗯，嗯哼，你继续喊吧。没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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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哎，有了，哎，不不不，别打着我键盘。有了有了。十六有了，有了，啊，看不着，再切，再切，再切。啥都没有啊，操，我来看看一下十六，没有零球啊，这 EMF 是没有的，刚才我也进去测了一遍。见鬼了！不是因为就那个房间太多了，对，不然定不下来的，没有指纹。书上没字，操了都。哎呀，OK， 我看一下散值，我。你们俩吃药去了，我直接切摄像头。Windows 机我丢地上，我丢地上，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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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丢给你了。好他妈难啊，这傻逼鬼，我操！
在楼，哦，吓我一跳，我操！别切这么快，他给我切过。你切屏吧，你切屏吧，你切屏，我看他们那个移动的位置和那个运动传感器，还有那个红光强度。你吸？没有啊 ，EMF 完全没有。EMF 是完全没有啊。有灵球吗？哪个图？哪个？不是，是一个球。那个雾是他们的灯，宝贝。没鬼活动，没有鬼的活动，哎，你们这一轮找不着的话，你们等会儿药不够了。哎，他该是走过去的，他不是在那里的，他是走过去，我知道，但因为这，哎，内伤了，你俩都躲起来了，哎，别出门啊。不是，他们俩，你们俩在不同的屋。别往前走，别往前走了。在这。这是那个十号镜像头吗？对。他们再往前走一点，是不是？你看十。不是这个，那就往回走。往左转。这路口走，啊，他又猎杀了，快进！啊，你们这很多个房间，你那是三通门。
不是，他可能是在楼下吧，那个摄像头。我觉得可能是楼下吧。又猎杀了。你刚吃了药，别死啊！你刚吃了药。他肯定没五级，他肯定没五级。你还背着我们现在全队最高的散值，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其他人做不完这任务。不会在这楼下吧？换一下，操，这石是哪儿啊？我操，心，不是他也没灵球。一起去，我去吧，你按不了电脑是吧？那我看那个吧，但是你是摁不了键盘吗？你再摁一下。你试一下，你们。那我留着，我玩这个吧。哦，你是，我没了。哦，但没反应，那我留着看吧，你就带个手电筒，然后。不用带，你只用带一个水龙头进去，对，桌上吧。
猎杀了，猎杀了，猎杀了。其他摄像头啥都没有啊。你们要往楼下是吧？十六没有，二十 K 十六有，太亮了，太亮了，看不见，得把灯关了。摄像头对外，把手电筒，把手电关了，把手电关了。相机没东西，相机没东西。能看什么？十六有，十六有，但是你们看手电筒，我啥鸡巴看不见。十六摄像机是开着的。嗯，嗯，没事没事，你们先走。我看一下，十六掉了，十没有你们刚才，没有没有没有，我该看了，没有你们，你们现在也不在十二。怎么调那个楼层的地图啊？不影响，我觉得楼梯不影响，我觉得楼梯不影响。你们这样走出来楼梯，往中间走，就走到那个房间正底下是吧？不是往这转，转反了，往另一头转。啊啊，知道。知道，继续知道，继续知道，继续知道。不不，你们进错房间了，继续直走。哦，那猎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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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杀。十和十二都没有你们，也没有鬼的迹象啊。蛋蛋暂时只有一了，李时珍只有二了。这个他妈也太累了，没有十你们没有出现过，进错屋子了，你们出去，进错屋子，不是这个屋子，出去出去出去，出门右转右转，然后走廊左转，走廊左转，走廊左转，然后右转，右转第一个门进去。门进去，门进去，啊，就是这个，这是那个刚才那个屋子正楼下。啊，这鬼他妈的有病吧？
干的是十一。这是刚才那个屋子正楼下的房间。这是刚才屋子正楼下的房间。不是不是不是。那他妈等于还是在楼上啊，只有楼上的温度是刺骨寒温啊。九度不算刺骨寒温啊。他妈的。进进进进进。你们都是出门之后直接左转后右转，直接按的，然后去那地楼梯里面上来就行。就，我觉得是楼上，楼下的温度肯定不是，楼下的温度不是。楼上，楼上，在楼上。走吧，走吧，走吧。右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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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底走了。然后再往前面的地方右转，别进屋子。再往前，再往前。右转，右转，右转。右转，右转，右转。上楼。我就不知道这个十号像架在哪儿了，我操！他是小地图能给我标个降级架在那就好。十号没有，十号没有。我盯着这个车。哦，有，有有有，拿那个镰刀。十号他又往楼下走了，他不会在另一个楼梯吧？对啊，不离，这好离谱啊！对啊，好远啊！你们快出来吧，你们快出来吧！弹没了，弹只有零了。不不不，别进屋子，谁进屋子了？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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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走。你们这是出口了，已经，这已经是出口了。就这是你们刚才那个地方呀？哦，没事没事没事，躲进去吧，躲进去吧。但回光返照，你们几个都快死了。他结束了。我知道有可能在哪儿了，你们俩为什么还在里面？快出来啊！我给你开个，我给你开个门。怎么自动关门了？怎么锁门了？感碎，我觉得最可能现在他妈的就是在另啊，不对啊，往另一头走。
快回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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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吧。直走，直走，直走，快！我感觉是在另一个楼梯口。直走，你直走，你直走，直走，直走，继续直走。你啊，直走。不是，你又走回去了，右转，右转，前面路口右转。直走，直走，你看着。离谱。我觉得右边那个楼梯，对，右边这楼梯口。他这十个摄像头应该就是拍的他这个下楼梯的地方，你看到没？他这楼梯旁边有个那个小黄的地方，那个摄像机，那是他固定机，但是没有灵球，他直接是一个鬼走出来，他不是灵球。他直接一个鬼提着镰刀往下走，没有灵球。走一波吧，走一波吧。我一个人去吗？我肯定跟你去啊，这波肯定我跟你去。还要拿啥？要拿啥？我要拿啥？我测啥？我需要拿啥？我需要拿啥？OK， 这蓝色的是运动传感器吧？前面关留下，然后我们那个，我操，你游戏卡住了。他妈的！那你带路，你带路，你带路，你带路。EMF， 紫外线我拿了，紫外线我拿了，紫外线我拿了。帮你按，我帮你按。
对，敢死队。你走第二个吧，你走第二个，你走第二个，这样我能给你压着。啊，我帮你等一下，停，我帮圣剑，我帮圣剑那个调回去。好了，走吧，光狼跟着，然后我走，我垫后，左边。你按幸福的跟他走，没事，我反正他又没那个了，干碎。左边啊。傻了，进去吧。关门。这谁关的门啊？鬼吗？我已经现在随时准备好把它贴上去了。这儿吧。这是摄像头，别重开进过来。我贴这儿了，我贴上去了，我贴上去了。没有东西，墙上没东西。看看这个什么，门上有没有亮了，来，快进来，没事，问题不大。圣杰，你看运动传感器有动静不？好了，就是那个蓝红的东西变那什么绿的东西变红了，出去吧。对，没它变它，那红的变绿了就是有人。又闪了，进吧。克里斯关下门。对。我现在不能，刚才的地方可以，现在不行。那就是他，那他在那儿。哎，走吧，太你妈难了。所有人都凉了。所有人都凉，我截个图，我操！被鬼干翻了！我来，这儿吗？操你妈！我直接 ，shit！
操你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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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门口等着，有了吗有了吗，我就在房间门口，我直接拉上门，克里斯关门，苏珊·杰克逊操你妈，我已经关上门了，我已经克里斯关下楼上铁门了。啥鸡巴玩意儿啊，换个人换个人，不出了，你看我都全是零了，你去表演，这把看你表演，啊，苏珊·杰克逊，这是我屌你妈的，哎，看我看那个十Fuck you. 没鸟你，他没屌你，他没屌你，来了来了来了，我看的十六，我看的十六，你开运动穿衣，我看运动穿衣。撤吧撤吧撤吧，莫问通灵和友吧，死灵莫言恶魔，没有 EMF 是肯定的，指纹应该没有，灵球上他有吧，没代言啊，对，我觉得可能是梦魇吧，因为灵球可能我们没捕捉到，笔记是没有的，指纹也是没有的，笔记没有吧，灵球梦魇吧，我觉得，因为可能灵球我们没拍到，我是觉得不是灵球没看到，但我觉得可能是没拍到，你知道吧，他的走廊里可能没有灵球，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个房间，对啊，梦魇吧，我也选梦魇了，睡了睡了，他妈的，爆炸！
恶魔，真是恶魔，没有笔记啊，但是啊，干脆。算了，今天先撤了，太鸡巴困了，不是，这是，这傻逼鬼，操他妈的！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